果然，好的演员演戏都是互相成就的。虽然《向风而行》这部剧以航空为题材，关于受众方面可能会少一些，但是也是丝毫没有影响，这部剧的熟视率依旧是在职场剧中冲出重围。而谭松韵与王凯的神奇组合，两位外表和年龄非常不符的演员，谁看了不得说一句，两人真的有40加和30加吗？如今32岁的谭松韵长着一张娃娃脸，或许对于演员来说，娃娃脸的戏路会很窄，但像他和赵丽颖这样的例外也是证明了娃娃脸的塑造性也是很强的。而王凯如今成为书圈天才，也是让人意料之外的。谁能想到曾经在伪装者中的名家三兄弟的名城，如今也是40岁的大叔，不少人也是不但在戏里柯南的萧廷柯的上头，而在戏外王凯与谭松韵的 CP 适配度也是飙太绝，在谭松韵面前毫无偶像包袱的逗他大笑，甚至是用家乡话对谭松韵说我爱你，这种玩笑的语气都让观众质疑是不是利用玩笑话说出了真心话。一次王凯接受采访，表示自己拍摄完《向风而行》还迟迟出不了戏，注意他说这句话的表情深情眼让谭松韵都害羞。那么你认为两人般配吗？